美如长城的山水画卷。 今天呢，我们到了纽约，主要就是对张家界的旅游资源呢进行一些推广，啊，因为张家界啊是这个我们国内外啊也是世界的知名的旅游目的地，哎，我们需要让这个美国人民知道张家界的景色、张家界的资源，啊，所以这次我们的任务就是向美国人民推介我们张家界来的。